是曾听人说，人之一生决于宿命，帝王将相，才子是树敌匹夫，盗贼草寇，无一不是宿命使然。但宿命却很难为人所自知，谁都无法预料。你的下一步会不会踏入另一条未知歧途？阳气已失，金陵即将破城。你说什么？你们魔道也是出世修行之人，却设下杀生妖阵，截断金陵龙脉，干涉人间朝政，到底是什么阴谋？本座自然有要事在身，但你们也有要做之事。本座因有故人之情，放过你们，自为之。这么多人，想不想做的事去吧。
些僵尸和刚才的不同，他们厉害多了，竟然会武器。糟了，这是唐明山精炼的士兵。